观看此系列视频需谨慎，如果你被带跑偏了，不要怪我。如果老板要揍你，别犹豫，快跑。今天窗户到，老板让我把小喷把装上。好。Later。哎，装完了，你看，多结实。这么大的窗户，当然给人多锁几颗螺丝了，结实的很。一阵小课堂。Supporting bar 的螺丝是每隔300锁一颗，中间空两个眼，每个眼之间的间距是100。如果你犯了这个错误，挨揍指数2颗星，老板可能不会揍你，你的身体上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你的精神上可能会受到嘲讽。我太难了。